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来到我们古尊胜数盘是丁林好，我是蔡宗远蔡老师。啊，这个随着美国大选的这个接近哦、啊，那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资金的力量哦、啊，都在押宝川普哦、啊、会做胜选。其中你看到像比特币哦、啊，已经站上了七万两千美元，而且呢准备再创啊这个新高。那甚至连这个我们看到川普的旗下的这个这个川媒公司哦、啊，甚至都大涨。 甚至这个股价这一波都非常的一个凶悍，那代表什么呢？好，代表市场的资金好在押宝川普会胜选。那过去的历史经验，这些这些押宝式的资金会不会如会不会如如预期哦做了这个这个押宝胜出呢？好，实际上我们观察过去的历史经验哦，都是都是如此。好，就是说呢。 资金的钱啊、哦，都是一些聪明钱啊、哦，都是一些这个资金有实力的哈、哦，这种聪明钱，当他往一个一个一个既定的这种轨迹去走哈、哦，尤其是这种领先市场的聪明钱、哦、往往都是动足先机的，好、哦，所以呢，我们也要去心里有底哈、哦，去留意呢，川普有可能接下来胜选啊、哦，台股的沙盘推演，台股的状况。 哦，甚至未来影响整个经济局势的一个变化，哦，这个实际上呢都要特别来去做，哦，去做一些戒心，哦，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川普的一个胜选不外乎哦，对经济局势而言哦，他就是这个贸易政策，哦，整个整个壁垒把它拉高，那拉高的同时呢，自然而然就是各国的贸易之间哦，它的全球化的状况。 就会受阻，那这种状况呢，就会形成这种经济的不利，那最终最终慢慢时间拉长，就会影响到股市上的一个变化。不过所幸的是，川普这一任啊、哦，大概就是四年，好、哦、不会太久，好、哦、他不会再再再再连任啊、哦，所以呢，四年下来啊、哦，可能这个这个大炮的一个性格啊、哦，接下来。 可能接下来又又又会比较沉寂啊，沉淀了一些。但是美股的部分，就历史的经验当中哦，美股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胜出，每一次的历史经验呢，实际上都是长多的结构不断的做进行。所以呢，拉回我们还是维持多方哦。那短线上我们回到大盘的部分哦，来跟各位盯临啊，你看到昨天是老师跟特别跟各位盯这个地方有个空方倒撞。 然后呢，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去提醒哈，提醒什么呢？我们提醒这个地方，在这个高档的一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内困三日翻黑，啊，这里是一个翻黑，对不对？内困三日翻黑，它支持的是高高档的转折，哈，高档的转折，它是一个翻黑的一个讯号，就是这个地方一个内困。 然后在一个组合 K 线啊，形成一个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组合 K 线，形成一个阴线。那阴线的部分它是一个翻黑，代表是一个转折啊，支持短线上涨多走势停顿啊，或者是涨多做回档的结构。那我们最近也跟规定你说，这个结构里头它就是一个短空控盘，所以呢属于短空力度增强。 那这种状况，再加上昨天空方倒撞，再加上我们昨天特别去盯紧这外资的净空单四、喔、万口以上，啊，这个要保持戒心。好，川普如果胜选，那当然不确定因素就升高。那此时此刻呢，你看到、喔、今天又是一个周结算的情况，啊，所以呢，今天有小压低，小压低，高开之后低走，尤其在。 这个十点过后，那高低价差大概三百点然后压下来，然后最后尾盘再稍微再拉起一些，拉起一些的力量，估计就是预计就是空单回补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今天还是看得出来是外资胜出，外资胜出。那其中我们再来观察台积电，<coughs> 台积电今天也是卖超。来，同学，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哦。 还记得我们先前跟各位提到这个地方有个空方倒状，我、啊、这里爆大量，对不对？那还记得吗？我们在十月十八号这一天公开的这集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我们说呢，当它股价再度的见证历史创新高的时候，来到一千一百元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投资朋友提醒我们说，我们先站在卖方做个价差，哎，时间拉长，果然。 它也做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跟回档，好，今天收盘是在一零五零，好一零五零，但是呢，我也更会提醒，就是呢，台积电拉回它一样是成长好股，我们并不是看坏，而是拉回我们做个高出高出之后做一个低阶，就高有出低再做一个低阶，随时我们要保持准备哦，同学们注意哦，赵老师车标上面有聊到，准备要再来做低阶成长好股的时机了。 高出低级，那这个高出的筹码呢，是我们在先前八月份股灾之际一路布局上来的，好一路布局上来。的，好这里，那么高出之后呢，我跟各位听您说，这个地方有个价差啊，你第一个大量，第二个我跟各位提醒就是呢，它法书会是非常好，没错，好，但是呢利。 好，反而钝化或出尽，所以我们当然先站在卖方，站在卖方果然有利。那再加上呢技术面的部分，看到内困翻黑，倒空方倒撞，这个都是不利多方的讯号，所以呢都还不急着再把它做一个高出的接回，但是呢随时保持准备要接回。你看到在上个礼拜我还特别去提醒哦，这里有个最缩量，缩量如果高点做突破，它有短转强。 缩量的低点，如果被做一个跌破，它就形成新低量、新低价，形成低量低价支持空，短线上回档没结束。所以呢，是不是你看到同学，是不是这个地方？上个礼拜五有没有？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回档没结束？有没有再走一个拉回？那再走一个拉回之后呢，我们跟同学们提醒，就是准备要做低阶。低阶的时机是什么呢？同学们再看。 今天虽然是周结算，照理说今天四万张，那外资的卖压会比较重，因为昨天进空单蛮多的嘛，又超过四万口，压低结算。好，虽然尾盘有空单回补，但是压下来之后呢，量如果一旦缩，筹码在沉淀，那接下来缩量的低点再有手的话，就是准备咯好，就是准备讯号咯所以我再次的跟各位提醒，就是说呢，它。 事出必有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转折必有征兆，进出都是有所依据的。那如果假设台积电呢拉回准备要低阶，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个股能够做多方的注意呢？同学们注意看哈，你看到像今天比较相对强势的，比如说像今天比较相对强势的，比如说像设备啊，今天就比较抗跌。 君豪啦，智胜啦，对不对？君华啦，甚至连万润呐、啊，好，万润还在分盘交易，但是呢，都比较相对抗跌。也就是说，今天众人醉，谁在独醒是一个方向。除了全持股是控盘的工具之外，其他的这些次族群的部分，那有的高要出，有的低要接。好，比如说高要出的部分，我们跟各位提到，像玻璃基板，玻璃基板先前涨多。 涨多里头，我们像这个，你看到像这个，这个我们代理学员重压的，像这个连连测，对不对？好、哦，连测十月二十五号还在创立创这个收盘新高、哦，哈，但是呢，十月二十五号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创新高的，这里是收盘高，那我们高出卖在这个地方，那当时我们买在这个七十块钱，七十块钱以下，六十九点六。 好，这里涨上去，涨上去之后呢，我跟各位提醒说，高档的位置呢，它也开始出现了价差上的卖讯。那价差上的卖讯怎么做判别？它一定都有共同的因素条件的满足。所以你看到，当十月二十五号收盘价再创新高的时候，隔一天啊、呃，当天我们就这个这个隔一天我们就提醒同学们，在这一天呢、啊。 我们就提醒同学们，哎，这个地方我们先全速的获利卖出，好，获利卖出。然后经过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哎，果然他也做了一个回档压回。好，这个都是事前的叮咛、事前的预告、事后的一个验证。那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在低阶的好股票，同学们注意，明天估计就开始有一些测试支撑的好股票，它开始。 短线转强，啊，注意哦，短线会转强。比如说，你看到像这个破破季线的新复兴，啊、哦，破季线的新复兴，短线上虽然最近都是量能不出，动能不济，低量有低价，所以回调未完。可是呢，它也开始，这里是季线，对不对？破季线从高到低回档了超过这个这个大概四成左右，好，三到四成。 那么它也开始产生出多方准备抵抗。那另外呢，随着它接下来七到七月到九月的 Q 三公布出来的数字预期还是靓丽的。好，因此呢，逢回是多方思考。所以呢，我跟各位提醒，就是这一波虽然有拉回，好，但是呢，拉回的同时，你反而要保持保持怎么样价差的机会。好，高有出，低准备在做低接。 那低阶一定都是成长好股，都是低阶而来，都是等待而来，甚至呢都是价差操作而来。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如果你要把握住节奏，掌握住接价差机会的，也欢迎你可以加蔡老师的赖小老鼠居月实力一六八，或者是零二二六二三六五九三三三，好来电来去做一个掌握跟锁定。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下次再会喽，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